我相信一个好的老师要懂得自我反省，事前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，要掌握所有可能的学生的一些背景资料，还有训练需求的调查啊，还有呢教学目标的定定，你必须要想清楚。第二个呢，你要鼓励你的学生啊，表达沟通小组讨论啊，让他把很多想法啊，开放性的胸襟都提供出来。那假如这两者之外还有没办法进行教学啊，很全面推动的，就是未知领域了。就双方各有不同盘算，各有心结，哦，各有不同的意识形态。特别说呢，要平等坐下来对话，啊，一定用对话的概念，不能站在是老师的角度。可是下面很多人的知识观念背景可能不会比你差，他过去受的训练，啊，过去所接受到的一些观念可能跟你有不一样，那也可能他的意识形态，他的宗教信仰。哦，他在当时所处的情境你不了解，所以你没办法把这全班的气氛调动起来。